这是94年的奥比昂，这个是木桶，这是哪年的？06的。马哥07，奥比昂，哦，木桶，红酒啊，红酒一般保质期3年吧。把它放到那个，放到酒柜里吧。这还多吗？没带货呀，我没带货，这都是我自己要用的东西。这个月要唱这首歌，第一次唱《故乡谣》，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。在央视 CCTV3。
为什么要看提词器啊？